我講咗好多次話拍噶，不過唔夠膽啫嘛。但一篤入去咧就唔想睇噶啦，因為個 thumbnail 係錯曬啦，冇一條片有你個樣。好啦，之後咧就係雪人啦，咁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嗰啲。就係嗰啲啦，頭先講嗰啲 pancake 畫花嗰一種啊，即係將一啲嘢整成一啲卡通人物樣，然後好鬼靚嗰啲。去到呢一啲咧，就係嗰個靚嘅要求係超級高。除咗你做嗰件嘢靚，你拍都要拍得好靚。你要從技術入手，可能從聲音入手，即係可能有埋收音，唔好買啲咁渣嘅背景音樂，因為佢哋個背景音樂好周街下 download。咁你可能要俾錢喺嗰一 part 聽得舒服啲，或者你整翻啲實聲落去，咁就非常好。呢啲又係100%外國市場，做得好係會黐線咁發達嘅。好啦，下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啦，就發現咗一個。咁佢個 channel 名咧就叫做 Henry's Kitchen， 係冇 link 嘅。咁就我都唔知點講好啦。但我見佢 send 咗兩個 email 嚟，咁我以為第二個 email 會有個 link 啦。跟住我一讀入去咧，係一個佢嗰個 channel 嘅 caption。跟住我就死死地氣咁樣撳入去 YouTube， 然後 copy and paste 個名撳入去啦，揾唔到喎。你不如試下第一時間改一個 channel 名先，真係唔係講笑。連個系統都唔中意你，連 Google 揾喺 YouTube 入面直接打你個名揾都揾唔到，咁就講完㗎啦個故仔。第一步搞我呢樣嘢先，我連第一所有嘢我都睇唔到，可能好好睇，揾人揾到話俾我知。下一個啦，下一個係攝影題材，叫做影攝街，講影相嘅，咁但係咧市場唔夠大啦。二嚟咧，嗰個市場咧其實集中喺睇相機 review 嘅，講內容嘅咧，基本上唔係一個出路嚟嘅，可以話係冇出路，仲難過，好難咧，即係總之好難啊！我都諗唔到，我都諗唔到講內容點樣可以 work 啦。但係如果你即係開箱嘅，就做器材 review 嘅，你又要本身要有嗰個 connection， 你又要有翻嗰個咁上下有關影相嘅知名度。或者你是職業級的，那你才會拿到那些東西回來。所以如果你是興趣的，這樣真的很難，因為我都做不到。其實我覺得如果那個付出的時間和回報太明顯不成正比，真的問一點，真的很難。我都未想到可以怎樣可以將它變好。你想到話我知道，我調翻轉，我都想知道其實呢一 part。好，下一個咧就叫做鳳之城啊，希望你唔係攞真名上網啦嚇、啊。你嘅 channel 係自己唱歌，但係佢係偏向嗱，冇怪我咁講，玩嘢尷尬瘋狂嘅。雖然可能你嘅出發點唔係咁，但係我 get 到嘅觀感係咁樣，但係冇問題嘅。我覺得係再怪啲。再騎呢啲，我唔知道你係咪特登，唔係，可能你唔係有心啊。但係如果大家篤入去睇下，就會睇到嗰種怪嗰種，點解佢咁樣㗎？嗰種感覺係好強烈嘅，係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，好似即係龍心蘭馬車嗰個向啊，已經去到嗰啲係有人睇㗎嘛，咁好似好衰叫你做嗰個向，所以我都唔知道，希望你明啦。與沙同行啊 ，Hang out with 沙。與沙同行，即係行咧係男仔嗰個行，咁所以係食字 get 加男女組合嘅一個 channel。我覺得偏太生活向，喺你未紅之前係未必有人想知道，所以係需要啲戲劇性啲或者主題強啲嘅嘢，時興啲嘅嘢，或者你哋有一啲再特別啲嘅嘢攞出嚟起咗個頭會好啲，拍嗰個 quality 可以高少少咯。feel 都有少少揾個電話咁樣影咧，好多競爭啦。我哋撩咗幾個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揾啲嘢勁過佢哋啦，拍攝手法又好，個人個演繹又好，主題又好，向呢啲方向差出去，再揾多少少。好啦，下一個叫做 Yan Can Do 啊，咁就係煮食啊、揾嘢食啊嗰類型嘅，咁就喺馬來西亞又不是不得的，其實很多 channel 都是這樣的。你如果去到什麼都煮一餐啊，煮啲屋企餸啊，你最重要一樣嘢就是密度。基本上你是要每一日將你屋企煮的餸擺在上網，就算那些餸不是很多人看，未必很多人看，但你有個密度在這裡，每日都一條啊定怎樣啊，那你都可以做到。但是呢，如果不是呢，你就要提高那個拍的質素，因為幾次就這樣揸機這樣呢，就你走屋企人路線啦，即家庭主婦路線兼每日一送路線咯。如果你
冇執好嗰堆嘢。再嚟咧叫做 Go Go On 啦，咁樣就係一啲如果一句講曬咧就係老高嗰啲咧。我都唔敢肯定係咪，雖然我唔睇嘅，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咩地球磁場啊、咩科技乜鬼嘢啊，跟住半陰謀論啊，定咁樣嗰啲類型嘅嘢，係有佢個市場喺度嘅，因為佢嗰啲片咧，你可以做到好長，你可以講到好長好長好長，跟住啲人咧可以開住喺度就咁聽，但我唔知係你個麥嘅問題定係你本身把聲嘅問題，我唔識你，所以咧嗰個聲嗰個 curve 太直啊，嗰啲起落太少啊。因為有機會是麥克問題，有機會是人問題的，我聽不出是個問題，因為真的一條線那麼直，聽起上來呢有些聽不到，還有些太悶。題材那些我不知道，因為我本身就不看這些東西，但是我知道是一定有個很大的市場在這裡。還有那些圖呢，反正你張縮圖呢那些內容呢都是虛無縹緲的，不如你就直接大隻的字，一大個大圖就話俾你聽，蝗蟲大軍咁就蝗蟲大軍啦，咁樣一睇就睇到係乜嘢，因為個縮圖個內容太浮啦，即係嗰件事太遠啦，反正你都揾個圖都唔係，即係表達唔到你講緊嗰個故仔噶啦，反正都，所以就技術嘢都係技術嘢。好啦，再嚟啦，之後咧呢一個叫做三五之樂三十五 Happy 啦，我想問你。即係呢一位年輕人啱啱好35歲，所以佢改咗咁嘅 channel 名。就係兩個人興嘅 vlog channel， 即係總兩個馬佬做咩要睇先？即係你有乜嘢嘢值得要睇先？有冇嘢係人哋未做過，你發掘咗，或者你係對某一方面好有認識，然後提供啲新資訊？咁如果我去睇喺葵港，我有大把靚女開心嗰啲癲嗰啲細路仔咁樣，我又有得睇。跟住可能真係識食嘅做食家嘅又去食，我又有得睇。個定位有啲好模糊，即係揾唔到嗰個 point 喺邊。面對係咁殘酷，就係冇人睇嘅。下一個咧就係一個未開始嘅 channel， 又係一把車落去嘅啦，準備。咁就話會用手偶做節目啊，又係有幾個會遇到好大嘅方向問題嘅。呢幾個你要揾個題一定揾得好好啦，個劇本寫得好好啦，好得意啦，跟住你又要拍得好快啦，你又要拍得好好啦，你有光暗，你可以起碼清楚交代啦。跟住與此同時，你拍之後仲要用隻手啦，難度好高，但係都係有趣，起碼暫時好似少啲見。stop motion 有，但是手偶冇，咁所以真的做得好就得咯，但是難度好高。好啦，再嚟啦，再嚟咧就係 Paysan Studio， 咁咧就係一個教 AI Photoshop 嘅 channel 嚟噶，我都唔知講咩好啦。AI Photoshop 咧就係一啲相對喺呢一個年代嚟計啦，相對一啲專門啲嘅軟件就係 for design 噶啦，咁所以你都識講啦，佢係專門啲嘅軟件 for design， 即係咧做 design 嘅人本身一定識噶啦，唔識嘅咁又要學嘅係咩人呢？就係一啲咪就頭先整縮圖嗰班人咯，而家美圖秀秀噶啦，所以同埋揾 iPad 畫嘢啊好多，而家嗰個可以做到呢啲嘢嘅程式或者簡單好多嘅方法，就實在太多俾啲不專業嘅人士啊，所以呢個市場已經收到好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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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淨係 for 專業人士，專業人士本身又已經識，所以呢一樣嘢要靠，仲要講廣東話，基本上可以話係冇可能咁滯啦，即係個 probability 同蕭山又講零啊。不過大家剛才如果講想做縮圖啊，想理解 AI 是怎樣啊，你都可以去看一看，啱曬你哋啊，咁啊，真係一條龍教學啊，真係今次。Cool。Hello 前輩，我叫希賢啊，有心咧想做大個 channel， 唔會淨係 vlog 嚟，咁會有化妝、彈琴、畫畫、跳舞，想整嘢食廚房唔好睇，咁跟住話俾你睇下啦，我就俾你睇下我啲作品啦，然後話我就有證明到我有潛能啊，我 send 咗 email 俾你先，咁樣跟住。我信我得，多謝你睇完篇嘢，最後恭喜你攞獎，希賢，希賢多謝你，你個 channel 喺邊度？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幾多點？而家係5:45，其實我呢個節目我拍咗差唔多5個鐘頭。之後咧，再嚟咧就一個幾勁嘅 channel 啦，開始係一啲相對我覺得勁啦，就係齋 talk dry talk， 咁就係講嗰啲奇案實錄啊，咁即係大家都想象到啦，台灣好多啦呢一類型嘅 channel， 咁證明呢樣嘢係 work 噶啦。然後我、可能香港嘅就會比較偏向少啲人睇，但係冇所謂嘅，佢都有啲有萬幾，有啲有幾萬嘅人睇，咁就已經係非常之好啦，即係確定咗
呢一樣嘢係一個可以 run 到嘅嘢嚟㗎啦。呢一啲嘢咧，佢已經做曬所有佢要做嘅嘢，而爭好少就係嗰個演繹嗰個方法嗰個問題。但係呢啲係急唔到嘅，係真係要磨嘅。你要睇書，睇人哋點樣講嘢，呢啲係真係自己背後修養嘅嘢嚟嘅。你係爭呢一樣嘢，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啲嘢講出嚟有故事性好啲。強啲，個情緒多啲，跟住聽落精彩啲，即係冇得話一句就會變好嘅，所以持續做啦，我諗都有盈利啦，係咪啊？你當半玩，然後再磨落去，然後可能講下啲其他嘢咯。如果你覺得個密度唔夠嘅話，因為密度都幾緊要嘅，呢一類型嘅齋聽嘅嘢，建立咗嗰個每個禮拜都可能有個故仔聽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強。嗰、那個 view 數會搭上去嘅其中之一個方案嚟嘅。好，再嚟啦！唉，最後一個啦，好攰啊，已經。我睇咗大概三分一到啦，或者一半到啦。我哋今日差唔多啦。咁咧，呢個就係最後啦。恭喜你，你可以做啲指導。金子的生活頻道啊，咁都話明係生活頻道啦，所以就係分享佢嘅生活嘅。而嗱，縱觀啊嚇，我未揾到個主題喺邊。即係無啦啦大雜牌，跟住又話點樣考車牌，跟住又比特幣，跟住又 BNO， 但係咧又唔係 flop 喎，即係你 flop 你都可以去好好雜亂，但係佢係坐喺度講嘢。如果個形式係坐喺度講嘢嘅資訊型嘅話咧，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指向某一啲類型嘅資訊，咁就會好啲咯，就唔會話哦，譬如我真係因為睇車牌，我俾你吸引咗落嚟，嚇、啊、比特幣嚇、啊、BNO， 即係會有少少你鎖唔住嗰個觀眾啊，因為你做嗰啲嘢個類別就要太過散啊，可能要揾翻一個你比較有信心啲嘅題去喺嗰度發展，可能會好啲。但我覺得幾多人睇，即係啲人中意睇你啦，咁都係好事啦。再喐少少，我估應該都 OK。咁啦，呢個就係我哋第一批嗰幾廿個，咁我都用咗啲比較輕鬆包容嘅方向講咗啦，有好多真話都冇認真講。但係咧，如果你睇下我而家試下呢個咁嘅形式啦，咁應該仲有下一集嘅，你話俾我聽應該點樣可以好啲啦。咁但係冇字幕噶啦，唔會嘥時間去做噶啦。大家睇下啦，呢度香港都有幾多唔同類型嘅 channel， 同埋好多都幾得意，同埋準備。你見到好多準備就嚟噶啦，就係下一個你哋會睇嘅嘢嚟噶啦。咁我都幫大家宣傳咗，有咩講錯嘢？以後遲啲紅咗嚇，射住，唔好報仇，咁就好啦。不過咧就係咁嘅，有陣時可能咧你會覺得有啲人特登話你啊，定點樣咧，跟住你就會好嬲，跟住就話撲街啊！我就勁過你俾你睇，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想嘅，即係有一股咁嘅力量咧，會有機會令你去得更加遠。比起即係喜愛咧，可能係另一個更強大嘅力量嚟，所以有好多嘢自己諗啦。有陣時真係落手做同埋持續地做係最緊要嘅，因為你見唔係有幾多個人真係好認真咁做，因為真係好認真咁做嘅人咧，其實一早已經喺嗰個實習嘅過程之中得到曬佢需要嘅所有資訊，然後就 bling bling 咁去嘅。勤力第一步，你如果你連自己做咩都未知，諗緊好唔好咧，就真係唔好再send 嚟嘥我時間，我真係已經眼都火爆，我真係生命豁出去睇咗5個鐘頭。我哋今集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好嘛？跟追啦，叫 Facebook 嗰度嘅訂閱，追哦，已經講到語無倫次，6點正。好啦，咁咧今集嚟到呢度啦，記得 Facebook 啦 ，Facebook 啦，訂閱豬教會贊助紅色三星五都有新片，星期日都可能會有。有咩贊助？有咩想贊助佢哋贊助埋我嘅？即刻打電話嚟，唔係打電話嚟，即刻 email 過嚟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講得太多真話。